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惯用语的第九次哈、哦，惯用第九次，我们看一下第七十二个哦。阿布拉阿诺鲁，这个诺鲁就是搭乘的意思，所以呢，这个如果按照字面上的哈、哦，是油呢，好、哦，这阿布拉是油嘛哈、哦，身上的脂肪，油呢搭在上面，意思呢就是呢非常起劲哈、哦，做事呢很有兴致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例句你看哦，伊玛卡里瓦阿布拉阿诺德。哈达拉基扎卡里达哦，他现在呢做得很起劲哦，所以呢正是呢非常想要工作的时候，这个哈达拉基扎卡里，好，这个名词加上扎卡里，就是呢正当最好的时候，好、哦、最棒的时候，所以呢 ，on na za kari 好，就是呢女人最漂亮最好的时候 ，on na za kari da 好，类似这种好、哦、这种叫做呢复合名词哈、哦，名词加名词叫复合名词，什么什么 za kari 什么什么 za kari 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句，好，第七十三个哦，阿布达乌鲁，真的很好用，这句话真的很好用哦，好、哦，你看到、哦。偷懒有没有？魔怔、闲逛哈、哦，不晓得跑到哪去。我们台语说"你在招待戏"有没有？就是这个哦，阿布拉乌鲁哦。你看哦，我说哈的呢，哦，你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多口的阿布拉乌对蛋哦，好、哦，你是招待戏有没有？我们台语说呢，你跑哪去死有没有？就是多口的，你去哪里卖油了？意思呢，就去哪里哈、哦，闲逛，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。所以多口的阿布拉乌对蛋哦，你是跑到哪里去？这句话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哦，阿布拉乌鲁。好，再来哦，第七四个。阿布拉奥西波鲁，好，阿布拉奥西波鲁，他被呢谴责、被生斥、被骂的意思，被教训哦。日鲁亚斯米有西塔诺德，日鲁亚斯米就是什么不应该休假，然后呢就休假，好，那呢日鲁亚斯米有西塔诺德，上司から散々阿布拉奥西波られた，好，因为呢我呢这个就是不应该休假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比如说我没有生病、装病这种叫做 zero yasmi 好，那所以 joshi kara 呢被上司呢三战就是非常的意思。阿布拉奥西波莱代哦，好，所以呢，我被他呢骂的要死，好，被他生刺哦，被他那当然你可以说我哭来打西卡来打，可是呢，阿布拉奥西波莱代讲出来都、就是赞，都、就是卡送，还在不哈？阿布拉奥西波莱打，好，第七十五个、哦。Amino yo 呢？好，Amino meno yo 好，就是好像那个网子，Amino men 网子是不是一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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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有很多很多很多格的意思。好，就是网状试题。好，比如说呢，K 开线哦，Amino meno yo ni hari megulas 好，就是呢，把那个警戒线哦，好，就是一直哦，像网状似的，一直把它围起来。好，所以呢，叫做呢，K 开线哦，Amino yo ni hari megulas 好，再来第七十六个。阿米奥哈鲁，好，布下罗网，哈、哦，下网或是张网，OK。乌萨基诺基索纳亚马米奇尼，阿米奥哈鲁，好。乌萨基诺基索纳，好，这个兔子可能会来，基索纳可能会来，看起来会来的那种亚马米奇尼，在那种山路上面呢，阿米奥哈鲁，好，所以呢，就呢下网，就布下那个，好、哦，要抓那个兔子的这个罗网的意思，好，再来哦，第七十七个。非常非常重要，叫阿瓦奥库，真的一定要会哦。阿瓦奥库叫做呢，大吃一惊，好、哦，奥多洛克，好、哦，吓一跳的意思。阿瓦奥库，好、哦，吃了泡泡，日本人就是吃泡泡就会让人家吓一跳的意思啊，哈、哦。好，彼は娘のまさかの駆け落ちに阿瓦奥库だ。哦，他对他女儿的まさか，怎么可能？绝对没有人想得到的。駆け落ち叫做私奔。跟情人私奔叫做卡 K O 七有没有？卡 K 鲁就是跑，O 七鲁就是掉下去。好，日本人觉得私奔的时候呢，跑的时候也就会掉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私奔都是在很紧急的状况之下才会跑。好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你一跑跑跑跑，你就很容易掉下去，那叫私奔了。好，所以叫做卡 K O 七哈，卡 K O 七。好，阿瓦奥克岛。好，所以对于这件事情，你有要用你是表示对象哦。对这件事情让你感觉大吃一惊，所以阿瓦奥克，阿瓦奥克。好，再来、哦。第七十八个，合わせる顔がない，好，合わせる顔がない就是没脸见人哈，无脸见在这个江东父老哈，合わ这个阿五是见面嘛，那合わせる就是让他好互相见面的意思，没有让他互相见面的这个脸，所以呢叫做没脸见人。好，所以呢負けたのでみんなに合わせる顔がない，好，因为我输了，所以呢我没有脸去见大家，好，比如说比赛输了，那没有脸去见大家的意思。好，再来哦。安修尼诺利亚给鲁，好，所以呢，就是呢，
安修，那努力亚给路就是什么搭上去的哈，好，这不是这船呢、啊、从这样暗礁上面这样，好这样开上去的意思，所以呢叫做呢意外的障碍哈，没想到有这个东西哈，安修尼努力亚给路，好，那这个呢有时候呢会我们可以翻译成呢啊刨出程咬金哈，所以你看到、哦、住民の反対でダム工事は安修尼哪里努力亚给他，好，所以呢因为呢住民哈、哦、这居民的反对呢ダム工事就是水坝要建水坝的这件事情呢，安修尼努力亚给他，好，所以呢就呢怎么样就遇到困难，没有办法持续下去。好，这个就是呢我们的这个惯用语的第九次哈、哦，希望各位呢好好加油哦，惯用语真的很好用，跟日本人讲话闹能够啊惯用语哦也惊到，原来你这厉害，连这个你都会哈、哦，啊哇哦酷，大吃一惊，这个一定要会哦，把它背起来，加油。